郑国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开水，很热的那种，非常厉害。我们外国没。我到了郑国，开始学普通话。学普通话学的蛮好的，蛮好的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很多人说我讲普通话很奇怪，然后他们说我的那个音调太强了，为什么？我真的觉得中国人对我们外国人非常好。比如说第一次我去那个餐厅，他告诉我欢迎光临，我说哇，这个服务员对我这么那么好。我们意大利服务员他们都不说这个欢迎光临，然后出去的时候写光临，下次再来。中国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开水。开水我觉得是中国非常厉害的。我们外国没有，我很喜欢是那个很热的那种。我去意大利的时候，我那个服务员，我先喝那个开水，他说开水是干嘛的？我说是喝的，他说不行，烦死。我真的很喜欢在这边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